爱康 BioPure T-Series 净水系统是采纳世界最先进的家用水处理系统的生产设施之一，来生产制造。我们的生产部队聚集了美国、韩国及马来西亚的顶尖科学家，在设计和生产世界级水处理系统产品方面拥有超过70年的集体经验。为了坚守我们对品质保证的承诺，BioPure K-Series 的关键零部件即从原料到成品一律由我们本身的工厂设施所生产制造。在审慎监管之下，我们的质检人员使用高精密仪器来执行质检工作，质量零缺陷是我们的生存之本。我们的承诺让每个 K-Series 用户安心地享用完美纯净水，所有原料均经过精心挑选，凡是会接触到机身内的水的部件都已通过测试和获得认证 WQAS300 纯金图章，以便确保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作为业界中的市场领导者之一，爱康 BioPure K-Series 的生产设施不但获得 ISO 的认证，同时也符合卫生部和全球各地监管机构的规格要求。我们的住宿车间设有价值数百万令吉的住宿机，住宿专员确保主要塑料部件的住宿过程，也就是对原料污染异常敏感的住宿过程，不会造成二次污染。鉴于此，我们坚持雇用最好的团队，使用最优质的原料，最佳的设备和过程。我们使用获 NSF 认证的原料，从滤芯的管理到生产过程均由内部制造和进行。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向您承诺 BioPure K-Series 能提供最完美的饮用水。整个滤芯生产过程是在一个完全密封、无尘的卫生环境里执行。我们重视创新的产品设计，不使用化学品或粘胶来密封滤芯。同时，此完美衔接的设计也能在无需揭露滤芯材料的情况下，通过检漏仪来侦查是否存在任何瑕疵。我们乃是全球少数工厂之一，确保每支滤芯皆经过100%的检测。超过80%K-Series 的组件，包括增压泵、各种电磁阀、水位控制装置等等，均是由内部生产制造。这为我们带来这些优势：质量的一致性、原装材料、经过特别设计、完美适用于我们 K-Series 的组件、量身定制的组件尺寸，让我们能充分利用基建空间。K-Series 是采纳一个先进、半自动和无缝系统组装而成。我们的库存大部分是原料状态、组件或零件。BioPure K-Series 采用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过程，确保客户所接收的每台 K-Series 都处于最新和最佳状态。从采购获得 NSF 认证的原料，一直到旋转焊接及量身定做的组件，我们将确保每一台 K-Series 从仓库出货的那一刻，是完美无瑕的成品。